来看到树林区公所表扬模范父亲，日前是举办了表扬大会，除了肯定爸爸们为家庭为社会的付出之外，活动中也特别以乐手演奏小提琴的方式来迎接爸爸进场，感受他们生命中最骄傲的时刻。在小提琴手的带领下，获得模范父亲表扬荣耀的爸爸们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要一起走上舞台，接受树林区公所的表扬。那今天我们借着机会，那把他的事迹公开的表扬，但是呢，他也代表我们树林所有的父亲，我们也借这个机会，祝树林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，也祝所有的家庭阖家平安。这一次获奖的模范父亲是基层里办公处和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，而获奖的爸爸们不管在家庭或是职场上都是重要的角色，更是社区内不可或缺的好帮手。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也要感谢全天下默默为家庭和工作付出的爸爸们，应该获得同样的荣耀。树林区公所也表示，这一场表扬活动也结合了音乐响宴，让乡土文化艺文协会来进行演奏，用音乐慰劳父亲们的辛劳。中嘉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。